亲爱的，哎呦我的天嘞，吓死我了！你这什么调调啊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平时不都这样吗？你别拿出那个阴阳鬼气来啊，让人给瘆得慌。干嘛？肯定没好事。你再拿出这个调调，我跳下去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没什么事我就不能找你吗？你一般拿出这个调调来，肯定是有事找我。别装，说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觉得心里有点委屈。那么了？人家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，女人都管男人钱，就我没有，我都不好意思出去说。你以为关心那是咱好事儿啊？我跟你说不一定。那为什么人家都管呢？你管不了，你花钱比我还厉害，比我还大手大脚，比我还能花钱。你到底是钱管你还是管钱？你要换一套逻辑，要让钱不能管着你，你要正确合理的去理财，我能交给你。就你这样的，还不由我管呢？我交给你就对了，交给你，我早破财了。这个东西就得慢慢学着来，哪有一上去就会理财的？慢慢来，那你拿你自己的钱慢慢管吧。我自己别管我的，我自己哪有钱啊？哦，这不就来了？你自己没钱，就想管着别人的？对呀、啊，你急着心眼子啊？那我管你的吧，好吗？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给你管，我只有我这个人。那我也没钱，我穷，我是世界上最穷的男人。你这样，好好好，别说话了，大哥。你这样的话，我是 emo 了，还不如不处了，拉倒行了。你爱那么猫那么猫，他不给我死。这咋还动起手来了？朱呢？我不管，谈了这么久了，我就要管钱，不管。我卡睡了，我得睡觉。你干嘛？把我手机拿过来。赶紧把手机拿给我看看。不干。你这人哪么这样？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情，非让人家干。你不要给的。哎呀，谁懒得给你动啊？啊，行吧，那以后我的钱都给你管，行了吧？满意了吧？紧的。啊，紧的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把那闺蜜的微信电话号码提。什么意思啊？她上次借你的钱，不是说两天还给你吗？她还了吧？没还吧？那我你不好意思要我要啊？我看不是这么接待吧？哎，你这人啊，天天脑子那点心的事嘛，要不就退给我，要不你把手机还给我。哎，我不干。给我呢，给我呢，给我呢。不给就不给呀、啊。给我吧呢。捉你的车去打梦去吧，我少管个钱，还得把闺蜜微信推给你，说出去你得叫你骚乎是吧？我不管哈，手机我是不会给你的，微信我也不会推给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么我这个要求很过分吗？导演了。哼。